Hello， 刺鬼，今天是2月6号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上那个肚皮舞课，没错。为什么要学肚皮舞呢？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日2月12号，我们会举办我的实况的第一届的社团成长大会。我已经在几个月前答应观众说，我要在春酒上表演肚皮舞。今天是第一堂课，然后后面我们还会再学两次。我们要用这三次把一首歌学完。但是我今天测试过一些动作，其实觉得还蛮 OK 的。比如说这个动作来，对呀、这个我就不用怎么教了。通常这个要学很久。刚好因为我之前有练。对，所以刚好这个动作可以做。但是我手脚不协调，老师应该有发现。有发现。这个我尽可能的在这几堂短短的时间里面把它调整好。谢谢。加油啊！现在是春酒前一天的深夜10:40，我练完舞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开始分头处理明天春酒的最后事项，这样。出来的亮粉的部分吗？有哎，但它不是很大的亮，是它是珠光很大的奶。而且你看它会掉下去。哇，这么深，这么深。但是已经很久没看过你跳了。啊，真的吗？而且我没有现场看过啊。对，大家都在听它。对。安管是、啊、你没有你的耳麦呢？有没带？先负责点歌，然后跟打各种杂物，反正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啊，该咋咋地。好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第一届的社团春酒大会。还有武安啊，其实赤鬼武安昨天晚上还跟我说，就是武安大娘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。而且他非常坚持我们一定要讲话，对，那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过去一年对赤鬼婆婆的支持，就是我们终于可以在这个这么好的场地，然后有这么多的厂商爸爸赞助我们奖品。今天这个活动我们算是筹备了有一段时间，未来的时间还很长啊。阿明比较像校长，然后比较像那个班主任，所以说好像是牵挂。希望各位未来今天就是我们赤鬼婆婆，好不好？1, 2, 3, 4.
1, 2, 3, 4.我现在也有奖。哎呦！跟大家一样，对啊。
他这一年来也蛮难得的，然后好不容易办一个春酒，应该值得庆祝一下的吧。然后还有就是他日子也近了，所以节日快乐。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这里也是不灵亮的两位。可以跟线上的观众朋友们打招呼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啦，我们压轴的两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赤鬼伯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达达腰果冻。我平常的话是开聊天台，然后偶尔会有做一些企划内容或者是节目，目前在筹备节目这样。我们节目目前暂定突骑大酒店。对啊，从名称开始就有。这个是可以免费看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先知道一下。这个是免费的。哦，是的，那没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达达。然后平常开台就是聊天台跟参加他的企划。对不起，抽到你的奶了，有点软，好舒服。他突然接不上话。好，我的好姐妹们，帅哥停下来看看我漂亮的脸颊。哥哥我要你的爱，别说太多，气氛正好，男人就要坏。你很生活，我很火热，就一起摇摆，快来爱我吧，没有爱爱别拉太。哦哦哦哦，谢谢我们阿鬼阿鬼。我在楼上看着大家，我就一直偷偷的从那个栏杆下趴在那边偷看，然后就是怎么讲，你的孩子们。讲孩子们听起来，但是就是看到大家就觉得哇，好感动哦，然后我好紧张哦，我刚刚一直在楼上在偷练。我被抢麦了，我有个麦啊。好丢，真的抢麦。啊，好紧张，我现在真的超紧张的。刚左爸在拍我。练出来的，看起来，因为孩子有这种动作。有啊，哇，这个波纹，最后的波纹啊！啊，奶的部分呢？就是
可以免费看的吗？好紧张啊！那我要是跳错怎么办啊？你懂吗？你能理解吗？哦，尝试理解。我只觉得你很容易跌倒而已。我现在试的这三件好像都是会跌倒的。对啊。但是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我喜欢这种会跌倒的。哦，好，没关系。那我觉得可以试试看，就跌倒。哦，你是怎么倒？跌倒会有跌倒的画面。嗯，对，会有跌倒的画面。好，你好。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刚发生的事情？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他邀请你，你就去。我邀请你怎么没来？你在干嘛呢？我忙什么？你刚的画面不对吧？不对吧？严厉斥责了，严厉斥责，严厉斥责。道歉，道歉要干嘛？那你也要道歉，你也道歉一下。道歉一下，道歉一下。那你刚好在旁边，你也道歉一下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